这怎么又和汉东油气集团扯上关系了？汉东油气集团的老总就是刘兴建，我知道啊。前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的第四任秘书嘛。但是在这儿突然间讲到他，我还是觉得挺意外的。没什么意外的，这些人呢，总是在适当的时间出现在我们预设的场景当中。侯导演，这出戏。 相当的有戏剧性啊！哎，龙哥，嗯，你说现在风声鹤唳的，这刘新建他是不是有点害怕了？他怕什么呀？他们公司跟山水集团的合作合理合法，有什么可怕的？不是，我是说打进山水集团的七个亿的账，是不是不太合法？哎，刘新建那儿你不用担心，他是国企老板。 说一不二，哪怕他在赌场，他赌输两三个亿，那账都能平了。现在不反腐了吗？一旦被盯上，谁都不好过呀。唉，这倒是。看来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这刘新建的情况了。蔡成功每年的年初都要为他的贷款寻找过桥资金。2010年和2011年的过桥资金，是。 汉东油气集团给的。对，蔡成功说你是受了贿才放贷的，对吗？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是正常放贷。送我卡里的那钱也是蔡成功付给汉东油气集团的过桥利息。2010年一共两张卡，100万，我们作为银行内部的福利，大家伙分了。2011年，50万。 是我自己拿的。可是，汉东油气集团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蔡成功给你送钱啊？那就是希望我们过桥成功，如期的给蔡成功贷款。对，事实也证明，大丰那两年的贷款很正常。开始是这样，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蔡成功卷入高利贷的案子里。 后来我们发现他用了那么多的高利贷，我们就断贷了。林花花，把那两笔利息的事问清楚。好嘞，我知道了，我跟龙哥说。龙哥，嗯，那刘新建想请你去会所吃饭。算了吧，咱那会所早被人盯上了，我就别自找麻烦了。大丰厂那块地。 高总和刘新建还想找你再商量商量，有什么商量的？按合同办。那不是办不成吗？哎，龙哥，我跟您实话实说啊，这个孙连成这个人你是不知道啊，你就真舍得孩子也套不着了啊，没准还为了白眼了。在我的印象中，2010年的过桥款是1亿，用了10天。 利息是300万，我们银行分了100万，200万由蔡成功打给山水集团了。你确定吗？200万，蔡成功确实打到了山水集团。我确定，因为这笔钱是从我们银行的汉口路的支行给打出去的，你可以查呀，这是有底单的。2011年的过桥资金是6000万。 用了8天，利息是140万。嗯，我拿了50万，94万也由蔡成功打给山水集团了。陆一可，安排人手彻查山水集团和汉东油气集团的财务往来，尤其是这两笔过桥利息的去向。是，不过我估计这钱早都已经进了刘兴建的兜里了。少估计，今天就派人去查，用事实说话。就是这里。 11栋1单元，112室。哎，快看，蔡成功的老婆带着他儿子过来了。大哥，这可是检察院宿舍，咱是不是换个地方动手？到另外两个地方看看吧。也就是说，你个人受贿额是50万，对吗？对，是。那100万是集体受贿。 是，其实当时我们没有认为犯罪，以为是银行搞的内部福利呢。可我就不明白，蔡成功为什么要举报我呀？他怎么不举报
刘新建呢？那他为什么要举报刘新建呢？因为他知道他在贪污啊。过桥的两笔款，294万的利息，都是蔡成功打给山水集团了。我觉得他是想让高小琴再转给刘新建。欧阳行长，这种事儿可不好估计啊，你要有事实根据啊。事实根据，那你们检察院得去查呀。我敢肯定，不管是汉东油气集团或者刘新建本人，他们都从高小琴那儿捞好处。我看呢，还是得提审一下蔡成功。这欧阳菁说的，蔡成功以前没说过呀。这个狡猾的奸商，他的举报是有选择性的。他的选择性也是正常的。你看这290万的过桥贷款的利息，就算是进了他刘新建的口袋，跟蔡成功本人没什么关系，没有损害到他的利益，所以也犯不上人火上身。说的也是，如果不是欧阳菁断代，这蔡成功啊也不会来举报。喂，东来，侯局长，好消息啊！我们上天入地，把向陈海打举报电话的关键人物找到了。你是不是把联络员陆一可派过来，一起见证着重要时刻呀？别了，别了啊！我亲自来就行了。啊，一可，你继续在这指挥工作，让周正、林华华加一下班，审完欧阳菁。继续审蔡成功。知道了，你放心吧。仁义巷的房子是蔡成功岳父岳母的，一般人不知道，只有礼拜六礼拜天他老婆儿子才会过去住一晚。这里面的麻烦是多了两个老人，处理起来动静大。放心，不会有太大的动静，我们只要孩子。明白。肖局长，注意保护好举报人，千万别出什么意外。你说完了，已经出意外了，人已经死了。什么？那你让我来见谁啊？见他老婆呀，让他老婆听一下他的举报电话录音。哎，我说赵东来，你是不是故意骗陆亦可出来约会啊？侯亮平，你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想跟陆亦可约会，我什么理由不行啊？我犯得着假公济私把他约到市局来吗？哎，我告诉你啊，陆玉可现在对我呢已经有点意思了。你不是他男闺蜜吗？你在他面前多夸夸我，像什么智勇双全了，令你敬佩了，总之赞美的词儿别舍不得用，好吧？哎，死者刘庆柱，51岁，男，山水集团财务处处长。1月16号，烟台山旅游的时候死于心梗。这1月16号的事儿，怎么现在才知道？人死在外地，这我们还费了不少事儿呢。山水集团财务处长向陈海电话举报，啊？更有意思的是，刚一举报，人就死了，死在外地，竟然是旅游。就死在陈海出车祸的前一天，这一切难道是偶然吗？当然不是，看来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还是有点距离的。如果今天刘庆柱老婆能确认举报电话录音就是刘庆柱的话，那咱就赢了。刘大书记，听说您礼贤下士，亲自去见了赵公子啊？我哪儿去看他？怕他来找我。你住在市委宿舍，我在省委四川路，把那大奔驰往门口一搁，太正常了。是，对门的沙海军书记一看，哟，富豪朋友不少啊。这位赵公子都跟你聊什么了？有跟你要相吗？那他哪敢啊，他只是传达圣旨，让我们汉东的干部队伍当中少一些内斗。
老书记还真有这个意思，也给我打电话了。真的？那看来赵公子不是假传圣旨。也许是真的吧，也难说。这小子真真假假的。是。我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哪有内战啊？那欧阳靖涉嫌职务犯罪，检察院该怎么查怎么查，法院该怎么判怎么判，您说是不是？看看，你是个明白人，谁有违法乱纪的特权？对，这您说的对。真感谢您，培养出了一位好学生。我教书这么多年，学生多着呢，你说哪位好学生？您跟我装糊涂。有几位像侯亮平这样的好学生啊？你说那个猴崽子？这个欧阳靖终于审完了，蔡成功归你了啊？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蔡成功就是个无赖，一会儿对他不用客气。但是法不容情啊，我的妹妹。干嘛呢？干嘛呢？别谈情说爱。哎，谁谈情说爱啊？这是谈情说爱的地方吗？就是，陆处长，我们这是分析案情呢。别搁暧昧的，行不行啊？赶紧提审吧。余亮书记，您说啊，我们正常的工作，他怎么说成是内战？是赵公子假传圣旨，那还是咱们的老书记对形势的误判？就是，都是正常工作嘛。我看一定是这个赵公子谎报军情了。说到这儿，我还要提一下您的前任秘书陈清泉，免得您还有其他同事产生误会。这扫黄可不是我干的，我也没有时间干这么细的工作。这个议题咱们市委常委早就定下来的，你不用解释。大刚书记，你做的没错。陈清泉做过谁的秘书不重要，关键的是他有没有违法乱纪。你想想看，一个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乱搞男女关系不说，还把自己的情人安排到法院当法官，这不荒唐吗？毫无底线。你做的没错。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这是你丈夫刘清柱的声音吧？不是。不着急，再听一遍。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哎，很明显他在撒谎。是啊，注意他的眼神。哎，余亮书记，还有一件事，就是咱们省公安厅的祁同伟同志，您既是负责政法的书记，又是以前他的老师，我觉得这祁同伟怎么了？是不是又上哪儿哭坟去了？这回不是哭坟，这回是进了山涉了水了。什么意思？大刚书记，你说说清楚。山水集团他涉得很深，不是他搅的深，是赵公子搅进去了，他没办法。聊什么呢？哟啊，赵书记，赵书记，我听到你们聊赵公子了。这个赵瑞龙在我们汉东有这么多的生意啊，特别是他那个吕州的湖上美食城，弄得是天怨人怒，
百姓反应很强烈啊，这么多年了，你们就没听见没看见？说实话，看得见听得见也没办法，投鼠忌器嘛。他有个好父亲，没人敢动他。也不尽然，吕州有个区委书记叫易学习的就动了，一个电话打到了北京立春同志的家里，通气汇报，就准备动手了。前几天我跟田国辉同志专程去看了他，当面表态支持。这个易学习同志给我和国父上了生动的一课，教材我们都带回来了，回头请你们欣赏欣赏，完了之后送省展览馆收藏。沙书记，易学习我很熟悉，他能给您上什么课呀？你看，你说这种话就说明你们已经不熟悉了。省里面要表彰十位优秀的区县干部，我头一个推荐的就是他。好啊，我赞成。易学习呀，是一个能干老实的干部，难得。我在吕州的时候，他就是一位老资格的区长了。周检察官，你们侯亮平侯局长没来啊？没有。是他派你们来的吧？我就知道你们侯局长肯定不会丢下我不管的。你们跟侯亮平说一声，我那号子里住进俩黑社会去，我有生命危险。蔡成功，这种事儿请向住所检察官反映。今天咱们是审讯。我跟住所检察官反映了，他们不管啊，他们说我变态，还说我什么妄想症。好了好了，别扯远了，我们开始。不开始什么呀？我跟你们反映，我有生命危险啊！好，那你就说说有什么危险，实事求是啊！我告诉你，可别再绕了，绕出了麻烦，后果可自负。我没绕弯啊！我一定实事求是的说。同志们，今天的省委办公会是我提议召开的，有些同志是我特别邀请的，比如说李达刚同志，还有政协的前秘书长。会议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只做一件事情，解剖一只麻雀。我们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通过今天我们认真的解剖，大家思考一下以前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张图哪位同志熟悉啊？沙书记，这张图我熟悉，刚才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好，这是1992年金山县的道路规划图，曾经挂在县委招待所101的房间，它的主人应该是时任县委书记易学习，当时我任县长。那就给我们讲讲这张图的故事吧，我们也对改革开放的历史做一次回顾。其实那段历史大家都清楚。不是我们家刘庆柱的声音。那是谁的声音？我怎么知道？反正不是我们家老刘。他不承认没关系，先跟他聊点别的。刘庆柱到烟台山旅游，你们问一下他知不知道，为什么不一块儿去。哎，你让他们把气氛啊别搞那么紧张。对了，你们放松点啊，陪他慢慢聊，反正咱有的是时间。尽管困难重重，尽管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是金山县道路规划图上的道路都变成了现实。我非常感谢我的第一任班长，没有他的保驾护航，就没有金山县最早的乡镇公路网。我尤其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大下行政命令捅了娄子，是易学习书记替我承担了责任。同志们，祸闯了就要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责任人只能是我。易书记，我是县委书记，李达康县长是执行我和县委的决定，对此大家要统一认识，要全力保护李达康县长。你
引水修路，搞建设。我不如李达康，保下李达康，对咱们金山真的很合算，老百姓少受折腾了。李县长，今天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态度？好，易书记，王县长，同志们，今天我就在这表个态，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这图上的路，如果哪一条不能按照规划修完，我李达康也去向市委省委引咎辞职。我深知易书记和王县长的牺牲是为了全县120万人民，请同志们相信，相信一个犯了错误的共产党人，我也愿为全县120万人民奉献牺牲。这个图的故事就是这样。好，同志们，革命战争年代，陈岩石为了攻城背炸药包；改革年代，我们易学习、李大康、王大陆同志，他们为了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也是在背炸药包啊。特别是易学习同志，出了问题，敢于承担责任，这才为我们保住了一位省委常委啊。尚书记，现在想来，我对不起易学习同志。这张图谁熟悉啊？尚书记，这张图我熟悉。22年前，我在临城做市委书记的时候，在时任道口县县长易学习的家里见过这张图。这是一张全县扶贫工作的示意图。当时的道口是临城最穷的一个县。现在道口还不错啊，是有名的建筑之乡，全国百强之一啊。是的，尚书记，道口建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也就是从易学习那时候的工作开始。在他任职的4年间，他跑遍了图上的每一个村镇、每一个扶贫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刚到任的那一年的3月，道口闹春荒啊。田书记，你看看，这就是上任县长留给我的烂摊子，牛皮吹上了天，乡镇却破了产。现在啊，15个乡镇，3万财政事业人员发不上工资，10万人达不到温饱线。哎，这救济粮和救济金啊，都会尽快到位的。还有啊，你们呢，也要尽快的组织各乡镇生产自救啊，可千万不能光想着等靠药啊。是，田书记，我跟我们县委刘书记已经分好工了，组织全县农村劳动力进城找活路。他去上海，我呢，去南京。我们当领导的，带头去逃荒。易县长，别这样说话好吗？啊，还不是这教训啊？那你让我怎么说？当官的吹牛吹上了天，遭殃的是老百姓啊！同志们，这就是易学习，在最困难的时刻，他的身影始终扎在人民群众之中。从那时候起，道口县有组织的建筑队一批又一批地进入各大城市，让道口成为全省著名的建筑之乡。现在道口在上海、北京、深圳、南京的建筑工人超过35万，是临城地区第一个靠劳动力转移进入小康的先进示范县。山水集团的确会安排公司员工的家属参加一些旅游活动，但是这次不是有公务催账吗？我就没跟着去。那你的意思是，你事先知道，对吗？知道，我还给他准备了硝酸甘油，就是防心梗的药。真细心哈。哎，我们怎么听说这药是过期的？过期2年了，啊啊！
呦，都怪我不好！哎呦，都怪我！我要是细心一点，哎呦，我们家老刘就不会出这个事情了。哎呦，都怪我！哎，出乎意料吧？他就是不承认，这就没办法了。我就不信啊，只有魏彩霞一个人能听得出刘庆柱的声音。你们找一找刘庆柱身边熟悉他的亲戚朋友，都来听一听。行啊，侯亮平，你可以做我的精神队长了。我把他哥、他嫂子，还有他父母，我全都请来了。我判断啊，十有八九，他被山水集团的人买通了。判断的不错。哟，看来脑子够用了。老赖，我也可以考虑考虑，你来做我的侦查处处长啊？哎，这样你就可以和陆亦可长期合作了。哎，我说你这家伙，一点亏都不吃啊！这张图我不会忘记。在这张图前，我和易学习多次的研究规划。有些情况大家可能不清楚，就是这些道路建设，让三界市交通局的班子彻底烂掉了。是我拍板，把易学习调来做了市交通局局长，才遏制了这种前赴后继的现象。我记得，在他到任后的第一次警示教育会上，咱们李州修路的钱都到哪儿去了？上任之前听说有个案例很典型啊，大家都听听。一个变道项目投资300万，中标者交代前期花费用了30万，给上届局长送了50万，书记送了30万，给负责项目的副局长送了20万。大家想想，一个300万的项目竟然让中标者送出去130万。他手下还那么多人，还有施工队，他还想着赚点钱。可想而知，这条变道修出来之后是个什么样子。请今天到会的各位领导回去转告那些标王们，过去中标没做完的，好好给我去做。这件道路但凡有任何问题，禹州政府和老百姓绝饶不过他们。中标不是仲裁，过去上下其手、虚假投标的日子不会再有了，因为我这个局长不是前三任腐败的局长。我也要正告今天在座的各位局级领导、处级领导，大家身上都担着组织的信任、群众的期待，还有你们个人的辛勤汗水、家庭的幸福光荣，走到今天不容易。我真心希望我们这个班子里头不再有任何同志在进监狱。在廉政问题上，请大家向我看齐，也请大家监督我的工作。这个易学习是个有个性的干部，敢说真话，我第一个为他鼓掌。他来了之后，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才逐步的建立起来。余长同志，后来易学习的班子里有人出过事儿吗？没有，一个都没有。他的班子在畅联问题上无话可说。这张图谁来认领啊？我。没错，就是我兄弟刘庆柱的声音。是刘庆柱的声音吗？是的，是我兄弟刘庆柱的声音。这10张规划图浓缩了一位优秀的区县干部28年奋斗的人生，是精彩的人生。
也浓缩了我省改革开放一段悲壮的历史，让我这个外来干部感触良多。我想，在座的诸位也不会无动于衷吧？实战规划图，一把辛酸泪。达刚同志感触很深，就再说说吧。好，那我就说说。易学习同志是我的第一任班长，也是为我承担责任的好同志。那我就说说感受。同志们，瑞金书记刚才提出了一个看似司空见惯但是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为什么像易学习同志这样的干部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却没有提拔上来？是啊，这问题出在哪里？大家都畅所欲言，异议吧。那我先提一提我的感受吧。这些年什么工作最难做？我觉得吴部长的工作最难做。干部的人事安排，其实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安排了这个就亏了这个。但是名额有限啊，我们的干部制度是宝塔型的，越往上走人越少。自己眼前的干部都没有安排好，那谁还想得到易学习同志啊？更何况易学习同志不跑不送就会干活。是啊，易学习这类同志只会干活，总觉得自己的努力组织上能看得到。可是组织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构成的，是由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一把手所领导的。你如果不向一把手靠拢，不经常出现在一把手的视线里，不把一把手当成你的政治资源，那就很难出现在一级组织的考察范围里。瑞金书记说的对，如果我们的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那是非常危险的。你比如说，有些干部拉帮结派，他不认识人不用，那你怎么办？有的干部心术不正啊，买官发财，那你根本就甭想他什么唯才是用啊、人才是举啊，根本就甭想。柱头左边那个，身上纹了一条龙，老阴沉沉的看着我，可瘆人了。那柱右边那个是个杀人犯，成天在我后面坏笑。我一回身，正视他，他眼神就躲。你看，那心里肯定有鬼啊！你行了，这里不是说书场，没人听你说书啊。你就直截了当的说，他们到底怎么你了？威胁你了？他们现在倒没威胁我，但这不代表今后他不威胁我。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危险了，这高小琴和欧阳菁肯定会派人杀我灭口的。这么说，你还有一肚子秘密了？说出来听听。我肚子里秘密多了，说也不跟你们说呀。我跟何良明说。好，既然你不想跟我们说，那咱们就说点正事。你向欧阳菁行贿的银行卡是以什么名目送给他的？还有什么名目？贷款返点。可据我们所知，当时的贷款并没有产生，返的什么点呢？我劝你最好老实点，是什么说什么，对己负责，对人负责。那我想起来了，有三张卡的150万是过桥利息。哟，想得够快的呀！说说吧，怎么回事啊？这个蔡成功，他就是个无赖。玉哥，你是一线办案的指挥人员，不能有这种情绪啊。蔡成功毕竟是举报人，而且举报的事情基本属实，一定要注意他人身安全。回头你向所里打声招呼。早就打完招呼了，要不然他不可能活蹦乱跳到现在。这种政治生态说到底就是腐败生态，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那什么都不用考虑了。这种腐败生态就促使我们的干部去跑去要嘛。所以啊，能送什么就送什么，
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就这么一点点的搞坏了，以至于不可收拾。这几年官场上不是有这样的话吗？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像易学习这样的干部，不跑不送，那不降职使用就算不错了。这也说明我们汉东的官场气氛啊，还是不错的嘛。好，我也说两句。刚才大家说的都对，但是也不能以偏概全呢。像易学习这样的现象，它毕竟还是少数，不能因此而否定我们的组织工作，是吧？那这么说，我们今天就没有必要来解剖易学习这只麻雀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国府同志。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在干部人事上，我们是有规章制度的，有选拔的标准和考察的方式，而且还一直在不断的完善。春林同志，你是组织部长，你应该清楚。关键是这些规章制度执行了没有？执行的怎么样？就是嘛，如果认真执行了，像易学习这样的好同志为什么上不来呢？而那些腐败干部却一路绿灯的上来，这不能不说明问题了。是啊，我们有些干部一路被举报，一路被提拔，为什么？有后台嘛，现在这叫政治资源了。像易学习同志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量存在的。这一次，正是我们严格执行的组织人事制度，才发现了这位好同志。吴部长，你们组织部这回是做得不错，值得表扬啊！今后也得严格的执行组织的规定，不能受上下左右的干扰。好，玉郎同志，你还有话说？我没什么要说的了，还是大家说吧。你是大教授啊，怎么无话可说呢？有什么新的观点，说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后边还有两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大家讨论讨论，不打棍子，不揪辫子。魏在家，铁的事实你否定得了吗？刘庆柱是你的丈夫，他也是刘庆喜的弟弟，刘老伯的儿子。哎，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他们都能听得出来这是刘庆柱的声音，唯独你听不出来？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也参与杀人了。哎，我没有。我没有。还狡辩，说，你是不是也参与了作案？坦白交代了吧？哎呦，他们山水集团的人都不让我说呀。山水集团谁不让你说？那个高总，就是长得漂亮的那个女的，她是省委高书记的侄女儿。我们共产党人还是要讲个辩证法。像政治资源，那也是相对的。我们上面领导是下面干部的政治资源，那下面干部何尝不是我们上面领导的政治资源呢？像当年我在吕州任用了易学习，那就是把易学习也当成了我的一种政治资源嘛。玉良同志，你这话有点道理。所以说，在干部人事安排上，主管领导任用一些自己身边熟悉的干部，那也是情有可原的嘛。熟悉的就知根知底，什么秉性，有多大能耐，大体心里都有数，用起来就比较放心，是不是？哎，大家也说说，都说说心里话嘛。这个玉良书记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哈，因为一把手嘛，位高权重，压力也大，一有问题上边直接问责的就是他，所以手下的这些干部他必须要启用他熟悉的人，这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照你这么说，七大姑八大姨我们是认识，这能用吗？用了我们都能放心吗？你这是在抬杠，老钱，我跟大康书记没这个意思。好好好，不抬杠，
高书记，易学习这个人你熟悉吧？你在吕州做市委书记的时候，他都成了你的政治资源了，你怎么不把这位同志推荐上来呢？所以说，在我们汉东省，山头主义团团伙伙还是存在的嘛，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吧？不要扣帽子嘛，哪来那么多山头啊？咱们省是平原地区，再说了，不是所有的好干部都一定要提升来做大官。当年少奇同志跟掏粪工人石山强聊天的时候就这样说过，我做国家主席，你掏粪，都是为人民服务嘛。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我也不赞成。高书记啊，你就不要在这里唱高调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请问二位，这雷锋同志是什么官啊？什么级别？就是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汽车班班长，不还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吗？那至今都是我们的道德楷模，是不是？玉良书记啊，我觉得你在偷换概念。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人事干部当中出现的什么问题，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而不是讨论谁当雷锋的标兵啊，道德的楷模呀。于是同步以肩上的职责，听一番枝繁叶落，看一幕檐下交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与谁同我以心中的执着，听一声青梅用了，看一片繁星闪烁。此时此刻，爱与永续。